我出啥出门呢？我出多兰盾，欢迎来到英雄联多盟。兰盾吧，打大虫子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靠你！我不用回家，我可以回蓝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不可能让你回去。全军出击！回吧。我回去了。出魔抗那是一定的呀，出魔抗，冰拳魔抗，我抠你！补兵，补兵，我抠你！等个包皮，我抠你！拍地板。拍地板，哎，我怎么打他没打小兵呢？这炮车真是能给我找事儿啊！拍地板，这把其实可以主 E。你看这有一玩的，哎呀，没闪出来，给我抠起来了。玩个石头人，打个大虫子也能塔下强杀。人家推线推成这样，我们家打野都没说来一趟，都没有人，不来。嗯，你看玩个大。玩个大虫子，打个石头人也抓。来了也没用，怎么没有用？大虫子有位移吗？来了也没用。哎，对，这回你怎么不说我推线了呢？这回那些说我推线的那些人咋没来呢？哎，你推线他不抓你，这样式的人咋没了呢？
我到六打野才来，我到不到六打野来他就必死，因为我有减速。我到不到六他来他都必死。你到底来不来呀？瞅一眼都不瞅吗？他连大都没有，你都不来吗？这不随便杀吗？这都能跑了，确实是行啊。真是生气，打了半天啥也没干，你说你不点信号哎就不来，就在那一瞅，你不点信号他就搁旁边瞅着，那大虫子大都交完了，人家就在那看着。还是我们家中单狠，前面都炸了，怎么来呀？怎么炸的呀？我让你炸的呀？我让你炸了吗？你对象炸了，你赖我呀？不是对象啊，你也去炸了，你赖我呀？我让炸了吗？说我对象没对明白，哪没对明白呀？是我让人单杀了，还是补刀少了，还是等级落后了？一样都没有啊！你看65刀，60刀，等级8级。我别不讲道理，我就不讲道理，他都跟我都不讲道理了，我还能跟他讲道理吗？我就一句话，我让你对线，我让你也去炸的吗？说到底还是菜，谁让你也去炸的呀？我一没让人单杀，二我们等级高，三没漏补刀。我对线对不明白，你才对线对不明白。我要回家了。
传送。来呀、啊！我被吃了，还得是我们家中单呢！我天，还得是我们家中单呐，别人都不行啊。你看看中单，你再看看你的熊样，哼，人比人啊，真是气死人。真的是没有对比，错。我们回上路，大虫子挺幼啊。不用放大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追追追追追！我给你们打个小眼儿，我要后了，兄弟们！往哪走？往哪走？想往哪里走？快点回去守塔，杜城都被他吃了。哎，这都能吃着吗？不带不灭，我说句实话，确实好像跟着大虫子打费点劲。不过他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看你的艾克去哪啊？艾克来上路杀我们，我们就死。你在干什么？哎呦天哪，挺有意思的。干什么呀？哎，二银钻呀！啾啾。我往这边走，哎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哎，等个包皮，我还有防御塔，哎，呀，把塔点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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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一救！
祖辈挨拍逆板 A 点赞回头。我走的时候哎呦天，我让你来了吗？我能单杀，漂亮！投降了，有点吹牛逼了。哎，咱还真就不是吹牛逼，我们理性的分析一下，行不行？咱理性的分析一下，就加13分，我都不知道咋玩这游戏。咱们理性的分析一下，刚才那个冰女儿，我能不能单杀？你们自己想一想，行不行？咱们分析一下，看一看。